报院会，本会期本院委员对行政院毛院长提出施政报告之质询，自10月2日起，经过5次院会、10个会议日质询，已在今天询答完毕。谢谢毛院长及各部委首长列席答询。在质询结束前，再请毛院长说几句话。主席、各位委员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，贵院第八届第八会期的施政总质询在今天已经圆满告一个段落。借此机会，要诚挚向王院长、洪副院长、各位委员先进以及所有立法院的工作同仁致意，感谢大家在本院列席备询这段时间所给予的一切协助跟指教。对于在场辛苦工作的媒体朋友，本人也要在这边向各位表达谢意。透过各位在总质询期间的详实报道，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民众的看法，也使社会各界能及时了解政府相关的施政跟作为，加速本院回应社会的期待。总质询结束后，贵院即将进行密集的法案审查，对于本院提出的预算案及各优先法案，恳请各位委员给予大力支持，优先审议。最后再次感谢各位，并祝立法院院务顺利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谢谢毛院长。仅就施政总质询做以下决定：一、将各委员发言记录及书面质询函送行政院，请就未答复部分予以书面答复；二、已提出之书面质询尚未登载公报者，一律不刊。现在散会。